以独特美术风格和多元玩法受到欢迎的 Pixel Junk 系列最新作 Adam Obscura 上架咯。这款游戏不追求声光刺激和爽快打斗，主打的是简洁优美的美术风格搭配轻松的电子音乐。游戏目的是让精灵收集花粉，玩家可以运用跳跃和摆神晃动，让精灵收集越多花粉，就能够在地图上种出越多植物当作着陆点。只要精灵击中种子就会散发花粉，然而有些种子会发射子弹攻击，或是拥有厚重盾牌来防御。而本作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结合摄影镜头，有些关卡在镜头移动时还会产生不同的美丽特效。随着关卡突破，也会新增许多拥有特殊功能的精灵让玩家使用哦。找个舒适的角落窝着，打开 Adam Obscura 来一场身心灵都放松的小冒险吧。